一首动听的歌曲，来宾们也感谢你们所有的来宾留下脚步欣赏完一连为你们安排一连串的歌曲。那么节目第二场还没开始之前，我又代表唐人街美食网再次的感谢我们的来宾，虽然在疫情的时候你们仍然的出席今晚上来支持我们这两年来被 NCO SOP 所封守到啊，下个月多几天差不多要到了，就是两年的时间被封守到现在，很多歌手都快疯了。那么为了大家的饭碗，我们也不顾一切，今晚上我们也 New Beginning， 今晚上在这疫情的时候，我们唐人乡唐人街美食坊投下资金为了我们的歌手。大家看一看，你今天来到唐人街美食坊，你有什么感觉？重新装修我们的档口，所有的位置档口重新装修，丢下了重资本。那么我们希望的大家能够支持我们，就是我们的歌手有一个饭碗可吃。那么今晚上我们的美玲将会带来动听歌曲，来，我们有请唐人街美食坊的美玲小姐来。好，欢迎光临唐人街美食坊，我是美玲。好，首先为你安排我的第一首歌曲，这首《那天晚上遇见你》。那天晚上我遇见你，你风采娇人迷，想要和你心亲，当时我没有
快点告诉您，明星会讲到两句话哦。同时也在。